亲密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第35届同理杯天元挑战赛决赛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路。在前两局当中，杨鼎新九段和顾子豪九段战成了1-1平。今天的决胜局将由我和谭笑九段一起与大家欣赏精彩的棋局。陈老师好。露露好，大家好，我是谭笑，很高兴和您一起欣赏天元站的决胜局。那根据我们的赛制啊，这个决胜局呢，双方会重新猜先。对。而两位呢，也继续在我们美丽的同里古镇进行今天的决赛。我们一起去前方看一看。啊，这是现在的对局现场。对，这个我记得这个文化院让我印象也很深，就是在古镇里面啊，会有这个刻在地上的这种大棋盘和棋子。哦，就你看，啊、能感受到棋子吧，对它的围棋元素非常的多、然后感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国粹啊，跟这个当地的文化也是结合的非常好。那现在看到呢，就是决胜局，啊，通过棋盘的显示能够看到，顾子豪应该是猜到了白棋，猜到白棋啊。其实我觉得第三盘的猜先是很关键的，对，啊，因为对杨鼎新来说，他如果止白的话，信心方面都会提升很多。是的。那么双方的历史战绩呢，相对而言是杨鼎新稍占上风。但我们知道，在昨天那盘棋当中啊，刚刚顾子豪是这个扳回一城，所以今天的决胜局还是看两位棋手的状态。对，对，因为我们天元站呢是一个头衔制的这种杯赛，所以说能不能成为在位的天元非常的关键，直接决定了你下一届是不是就直接进决赛了。所以今天的这盘决胜局呢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这个是研究室的画面，我们看到我们中国围棋协会的副主席，也是我们的领队华学明老师。然后在他的旁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华老师，华一刚老师。好，那我们能看到这样是一个双机位的直播的画面啊。他们那个是顶镜头吗？还是啊，好，不是顶镜头是吧？对，应该是研究室的画面和一个、也是双机位的一个画面。好，那今天的这个比赛呢，依然是在中午的12:30开始，所以我们先进入棋局，和大家边看边聊。好，今天是杨鼎新执黑，这盘棋是猜先了。对，然后白棋星位。啊，接下来对第三手就点三三了。就其实有了 AI 之后啊，点三三当然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但通常而言我们还是会站完这个角，站完四个角啊。像这种第三手就点三三，你觉得求变吧？我觉得因为可能杨鼎新自己也知道执黑的话布局会稍微艰难一些，所以说他想求一个变，就比较积极一点。对，反正第三手点三三嘛，这个刚才说过四个角，那么我就算第三手点三三啊，反正我也总能站到两个角啊，这个都是差不多的。那么接下来白棋就面临挡哪边、啊、其实我一直都想知道，就这种挡哪边是，就是它差别大不大，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择呢？应该差别不大吧。我说挡，如果白棋挡这边的话、我觉得比如说白棋长就跳一个飞，因为争子不利。刚才露露说这个棋是跳还是飞，对、这个点三三黑棋跳和飞，那么很简单，就是可以看现在这个争子白棋随时有可能是冲断，对，重点是白棋会冲断里 面，对，所以说跟争子是有关系。那我白棋现在先占个角啊，先占个右下角的星位。那么按照棋理来说呢，黑棋要占据左下角啊，如果你说我在这补一手，那这个黑棋感觉上应该已经吃亏了。可以看这个左上角黑棋等于是下了一个定式，但是被白棋象征性的占到了三个角。那么黑棋正常来讲比如说占下面，那么白棋再一冲断。对，其实我们可能也比较熟悉的是断外面的这个定式。对，断外面是一个常见的最常见的定式。对，但如果这样的话呢，是双方两分。所以当白棋这个地方争子有利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断里面的好手。因为黑棋不能再补外面，只有吃里面。黑棋是需要断哪边吃哪边。对。那么如果被白棋争吃的话，这个角上的定式黑棋是亏损的。对，黑棋很不满意，因为现在黑棋这个引争啊，没有什么严厉的引争。你说我挂个角，那这个引争有点白棋随便，比如说走哪都行。这个棋可能最简单是提掉，但是现在从效率来讲，白棋可能想补在中央。是或者是大飞等等
对，这个地方其实是棋友们要注意的。我记得过去我们就是经常会觉得提调是不是最干净，就是好像你看黑棋也没有这种一路的官子，或者是这边我也很厚，但是现在慢慢的我们就会觉得如果白棋能够补得大一点，甚至往中央啊，比如说这一带放一个都是很有可能对，有点天外飞仙的感觉，就反正往中央放一个，就是中央这子呢反正它总是有些用的啊，对下面一方的影响。就大家觉得如果说以后黑棋虽然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引征，但是通常而言比如说如果黑棋只是这一带再跟白棋补回去交换，就觉得这两手棋的交换白棋是有便宜的。对，可以看，就打个比方嘛，我们白棋就算提掉啊，那么这两颗子交换应该是白棋明显是便宜了，黑的这颗子其实离白的后势啊是比较近的啊。对，所以黑的这个子效率就要低一点。对，所以现在就是类似的这种补征子还是挺有学问的，就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大家都希望补得更有效率一些。对，那么这个跳呢，黑棋就是在征子不利的情况下就是算作慎重啊、不成立啊，那就是飞。那飞的话白棋应该就会占左下角的一个这个星位或者等之类的。因为为什么呢，总感觉如果你要这样占一个角的话，白棋这个挡的方向就稍显有问题。那可以看为什么说有问题呢，如果我们拿掉已经下成这样的话，这个时候轮白棋选，白有可能就会选择这个方向。白棋应该会选择在这侧挡，为什么，因为这个黑的小目是冲着白棋的啊。可以看那这个星位是等于说挂角没那么严厉，那这个挂角就比较舒服。就会下成一个这样的定型啊，所以说挡哪边跟他站哪个角是有关系的。哦，那所以说我们还是可以考虑，通常而言就是你挡的这个方向是你比较想要发展的方向啊。对，是的，就挡哪一边是你还是更看重这条边的发展。对，因为被点三三的这一方，比如说这个星位，它外面三个子并不是一个后势啊，这和我们一开始学棋所认知的不太一样。对，一开始我们学棋的时候是觉得这个定式、是觉得黑棋取地，白棋取势。白棋取势。对，所以我们之前学的时候，通常都认为，黑棋如果选择这个定式是需要周边的配合的。那么其实关键就在于最开始我们学的时候是有这个搬粘的。对，这下搬粘可以说是大恶手。这下搬粘是问题最大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没有这下搬粘，其实白棋外面呢它并不是很厚，现在很多时候黑棋会选择继续爬一下之后再点。对，在就说你白棋外面虽然子力很多有六个子，但是被我点的时候呢，你这个地方依然有点不说难受吧，有点重复，这是稍显。对，或者说如果是白棋未必是这个定型，比如说普通的长的话，那么以后黑棋可能还要从这一带加过来。对，就黑棋并不认为我取完地以后你这个就是后势，而是认为未来我们可以继续再看外面的发展。好，我们来看实战。那实战的话呢，直白的孤子豪九段是选择了挡上面。那其实这是跟他站脚是有关系的。对，看他挡完这边，就像我们刚刚分析的，他就站到右下角的一个星位啊。对，这是你说我站左下星位，这也不是不行，其实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只是一种选择罢了。对，但看起来就我们通常认为有飞的这个边呢，它的发展应该不如这种相对空旷一点的，所以就是从我们比如说布局的理念，从相对论对。但是其实就算像这样，白棋站脚，黑棋站右下角。这也是很正常的一盘棋。对，这是很常见的一个开局。可以说这两个角虽然说感觉想占右下角，但是这两个角的价值应该是相差很小的，很细微，毫厘之间的差别。 对，当然心情上就感觉白棋比如说黑棋占角，白棋再能挂到上面那个，我觉得从白棋的角度来说总没有不满的。也差不多，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心情吧，总觉得挂到别人这个小木角是不是就舒服一些，如果它是占星位我这样挂就稍显难受。那其实这两个胜率呢基本上就是一样的，是也没有差很多。对，但就是心情上感觉，记得我们经常在下布局的时候就不太愿意把这个角冲着对方嘛。对，是的，就经常会喜欢一下这个方向。但其实可能挂一下从 AI 给出的一个差不太多评价来讲，对，是差距很小的。黑棋飞，白棋再挂你可以看黑棋也下得很老实，黑棋就你一挂
我的一飞，再一挂我就一尖啊。对，因为其实黑棋这个时候也是可以考虑，比如说上面夹击之类的啊，是的，就看他的选择。那么这盘棋感觉，黑棋的态度也是我先，按部就班的吧，看你白棋究竟是什么策略。对，因为他这时候夹击呢，他是有担心的地方。嗯，啊，这时候黑棋上面夹击，那么白棋比如说飞压，啊，飞压了长，黑的跳和飞都差不多啊，跳吧。那么左上角白的就继续会下啊，这个后续的招法。对。扒了靠呢，也是这个点角的一个常见的后续手段。黑棋有打吃和冲两种选择。对，主要现在黑棋无论怎么选择，感觉都无法避免白棋在这边啊形成一个势力范围。对，如果是这个配置的话，感觉白棋的方向是不错的。对，比如说摆一个简单定式，我们提和粘，啊，这是一个后续的定式。嗯。那么现在可以看白棋，由于有这左下的飞压之后。啊，白棋这个方向还是可以接受的，对，啊，很不错。如果黑棋选择这个定式呢，也很明显，白棋是可以转到这边来的。对，这个定式其实现在应该是黑棋选择最差的一个定式。对，因为很明显，白棋是要经营这一带的发展，嗯，所以你让白棋这边变厚，然后配置呢又比较的合适，是不太满意的。而且黑棋。关键是争子不利啊，这个其实我们昨天有讲到这个变化，就说争子不利的情况下呢，这个定式要慎重啊。对，黑棋是吃亏的。对。那所以说吃回来和吃二路都不太满意，但看上去如果现在黑棋选择这个方向呢，也不是很理想，因为白棋也粘上。对，黑棋吃粘上，正常来讲黑的下步棋要长。对，但这样白棋可能拆一个。嗯。所以说现在黑的有可能会选择分头，分头这样白棋打一下，其实这打一下非常舒服。嗯，可以看以后后续的如果能飞到的话，哎，这个一路力先手，这双力都是先手啊，但是现在应该飞不到。嗯，现在白棋应该会掐。我觉得黑的这个加他肯定布局也是考虑过的，考虑比如说我要加怕什么啊，这个加的话显而易见是怕飞压之后白棋在左上角的一个扳了靠。嗯，对，所以有这样一个担心啊，黑棋这个地方，所以它看起来这个尖是比较稳健的，但它其实是综合考虑到了这个角上白棋有一个手段。对，那么可以看出来，他觉得小目嘛，小目你挂我一下就挂我一下，如果他要是觉得挂一下不舒服，他这个就会下星位，啊，其实这是每个棋手的个人喜好问题。嗯，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白棋呢挂到两下以后心情上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说小目嘛，嗯，对，觉得挂到一下的话比被黑棋无论是怎么守无忧角相比呢会有一些可能以后头绪更多。对，至少白棋挂到两下啊，这样拆到这儿胜率稍微增长一丢丢啊，嗯，一点点。对，然后黑棋接下来呢是打入。嗯，这个打入我觉得也比较像就是 AI 时代以后就大家会比较容易想到这个招法。我觉得在过去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就是白棋的势力有可能可以先放一放，就比如说外面的大厂，就主要可能你说 AI 时代呢， AI 时代之前可能这个点三三没有不太常见啊。嗯，那么其实现在的下法黑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啊先自己再补强自身啊，尖一个，就是说第二天我的打入会变得很严厉。对，但这样的话白棋有可能就补一手，啊，就在上面补一个。嗯，可以看白棋效率也是挺高的，那么这个地方其实黑棋夹击啊不是那么严厉，白棋啊最差我还可以这个飞脚做活，那么现在我比如说脱先还有很多大场可以走，逼住我的手脚，啊，外面可以看非常空旷，这边都是很空的地方。嗯啊，所以黑棋现在尖一个呢稍微有点慢。对，但如果打入的话呢就这个好点，因为黑棋在没有这个尖的情况下对白棋这几个子的压迫其实不是很强。对，其实打入的时候不知道啊白棋敢不敢搬，对吧，使出你的组合拳，啊，对，搬了一靠，这个要是成立的话，如果成立的话还是非常想搬了靠的。对啊，我不知道白棋在这个地方是担心哪个图。对，因为感觉上这个间距的话好像不太担心这个图，对，这个家有点远我觉得。对，就我们刚刚说了，首先黑棋肯定不能这个子被争掉，所以黑棋一般来讲如果在这里多了一个接应的话，
他在这边是需要搬出来或者是长出来。那现在黑棋应该是想长，但是这个地方黑棋是站不站得过，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感觉黑的有点危险。对，这个子离得有点远啊，因为黑的一般这个是要把白的怎么样飞进去的啊，但是可以看现在黑棋战斗是非常凶险。对，因为马上白棋之后搬或者跳下来，这个角上是有个杀气的，就黑棋的封锁圈必须要比较紧住白棋的气，而且同时呢这个距离又比较远。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黑的一旦失败了呢就崩盘了。对啊，这一代黑的失败可能这个棋就没法下了，但白的失败比如说走出个什么打劫之类的还是完全可以下的，两分的一个状态，就白棋成本比较小。对，那如果说黑棋这个看上去有点过分吃在这儿的话，那么白棋吃下来，黑棋这个时候也不会老老实实提，应该会打出来。黑的应该会断打，白的粘，黑的长。但是现在白的就尖冲出来，我感觉这个战斗白棋是完全可占的。我们要注意，就白棋这个虎是有先手味道的，所以白棋通过保留这个，它看起来步伐迈得比较大，但其实黑棋，对，你比如说你飞一个，我就虎一个，这虎基本上是一个绝仙。对，黑棋要么就是打吃，要么就是提，通常打吃会。那白的这一挡，那黑的这个战斗就完全失败了。所以说这个地方看着白的啊，这个拆了三，离得很空旷，但是由于二路有个虎的先手啊，它是联络非常安全的。对，所以其实现在我们也挺想推荐这个下法的。对，我是要是我是白棋的话，我可能会首先考虑的是搬了靠。对啊，这个成不成立，所以不知道实战的这个小姑她当时的担心是什么，或者说她可能觉得飞压这个下法更好。对，反正她是选择飞这个。那现在的飞压是不担心黑棋冲断吗？对，黑棋马上冲断，黑棋冲断，白棋就长。黑棋这个子当然不能死。黑棋长，白棋现在是小尖还是小飞呢？看着差不太多。所以说我要纠结一下，小尖吧。对，可以看，为什么说这现在白的搬粘基本上先手啊？对，这个地方。我觉得黑棋一般比较慎重的选择这个，就是因为首先这个算黑的拐一下，对，我们看成这个形状吧，现在算是这个形状。那么白棋先刚才小尖，黑棋由于这两个子和上面这个子呢，离得比较远，这不可能一手棋把白棋封住。对，那么封不住的话，黑棋这个战斗就比较艰难了，因为你说我现在跳出来，那白棋说我就跟着你尖冲出来，那这两个子黑棋就成为了黑棋的负担。而且无论是从眼形和厚薄来讲，就是白棋的这个二路的搬粘先手对于黑棋来说还是比较痛苦的。对，所以你一旦一冲断，你就很有可能要面临被白棋搬粘，所以这个时候呢，这种冲断还是要慎重的考虑。对，因为冲断它是等于自己先要下成本的啊，你得需要一些战果，如果你没有战果的话，那冲断这两个子很有可能就成为了你的负担。黑的实战是堂堂正正的跳出。白棋尖顶啊，白的尖顶，白的还是在上方，还是想继续追求一下。那如果黑棋是利的话，那白的这一下交换肯定是便宜了。对，白的现在可能会选择贴住，在这儿花一手棋。对，贴了扳。我有可能转，你断的话我就准备吃脚了。对，这样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转换。白棋的脚上的收获还是很明显的，很大。对，这个脚上把这两子吃了非常厚，那白棋把这个脚一吃，可以看黑棋打入这三个子呢就比较尴尬。对，就等于是破了白棋一些空啊，但是你说我想攻击谁，这肯定是做不到的。对，而且自身面对白棋这样一个后势的话，未来的这种逃跑就很无趣。对，所以黑棋如果这么选择的话，就有点置这三个弟兄于一个很尴尬的处境。对，黑的打入其实是想揪着白棋一起跑。对，把白棋打薄，黑棋还是要走回来。那黑棋其实你在这走白的虎一个可以看黑的这三个子依然它是一块孤棋吧，算是，因为白棋现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很厚
啊，还连着这边呢。白棋以后搬占也是先手，非常的厚实。那么黑棋打入这三个子就显得比较重，而且黑的感觉这个整盘棋的可以看发展潜力现在已经很小了啊。黑棋是非常不愿意直接下到这么啊拘泥的一个形状。对，所以这个地方黑棋要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就是我们在实战中思考的时候，就是首先要明白你现在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姿态。如果说这个子可能比如说换成黑棋，那么黑棋很主动的话，你这一代可能如果说怎么样花一手，有可能对他还有比较强的压迫。但现在我们看到白棋已经有这个子，所以相对而言黑棋应该是要清零，然后步伐更快一点的一个，等于是黑的要立的话防守的姿态，他这三个子就比较重啊。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战黑棋呢就黑棋搬这个地方，我觉得双方下的比较有意思。黑棋这时候搬了一个，对啊，但白的这时候没有马上挡啊。对，如果说普通的局面啊，十盘里可能有九盘都要挡吧。对，你尖了这不挡你要干嘛嘛，对不对？对啊，哎，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交换，白的选择先贴一个、啊、嗯，这个地方就比较有意思了。那反过来说白的贴，那是不是这个地方黑的有可能是没下好呢？嗯，我们来先看一下实战的定型啊。啊，白的贴下，实战等于这样倒推，就是白棋可能有点担心他直接走完以后这边有个冲断、嗯、所以他觉得我先哎把这个断点补一下。嗯，其实这个地方归根结底呢还是一个判断问题、嗯、我们再白棋补，然后我们再回到之前黑棋所得就是这个扳棋，因为白的贴完之后可以看啊，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损的。那么白棋所得呢，把这个上面哎给爆吃了，看着也非常爽。嗯，那么我们这三步黑的肯定是啊损的、嗯，对不对？这三步可以看，现在黑的非常损。那白棋损的呢是这三下，那这三下白的也是损的。对，我们就看谁损的多。对，我们现在回到最初的这时候，那么从打入开始这一串到底是谁便宜？嗯。啊，这就是他们两个一个判断问题了。对啊，可能黑棋觉得自己还行，白棋也觉得也是这么认为的，对，都很满意啊。对，那你感觉这个得是怎么样？我觉得看棋形的话，白棋还可以，因为这上面吃的是非常厚实啊，把白的整个吃厚了。那我们来看看当时白棋怕什么？对，那如果说你就挡住呢？如果白棋这时候挡住，你说我啊不损这几下，不被黑棋搬起来，那白棋挡住一定现在怕黑棋啊给冲断。嗯，因为这个子白棋现在不能弃，如果弃的话就比刚刚的那个图黑棋的效率要高很多。对，白棋长，那么黑棋现在长，刚刚我们说尖或者飞。嗯，如果现在尖的话，可以看这个由于跳和白棋尖顶的这下交换，那感觉就非常不一样了。比如说黑棋啊小尖一个把白棋封住。嗯啊，能把白棋封在里面，白棋去苦活的话，感觉黑棋整体的收获还是不错的。嗯，因为白棋在自身做活的过程中，难免会把黑棋撞后。那么黑棋一旦后的话，其实能看到白棋这个地方可能还欠一手棋。嗯，所以一下子双方的这个后薄和攻守就逆转了。对，那这时候有想问，我要先搬粘啊，这个先搬粘逼黑棋做活，我是不是就可以争一个先手呢？嗯，啊，如果这时候黑的。你说我跟着硬的得做活呀，那我挡是先手。嗯，对，这个棋我们要注意以后有一点啊，对，这叫老鼠偷油嘛。嗯，这个好像是一个 对不对，一个著名的手筋。对，因为黑棋要这样走，黑的一走白的一搬、嗯、啊，这个地方黑的就死了，你看黑一走就被打死了，所以挡是先手。那如果这个都是先手的话，那白棋就可以出头了。那我现在比如说小跳或者大跳出头，嗯啊，都是很好的。由于有这个挡，我这两个子加强了。对，当你如果这样压迫我的时候，我就可以从容的出头，对，跳出去、嗯、啊。但是黑棋在做活之前呢有一个重要的次序啊，这个黑的一定是不能漏下的。白的搬粘的时候黑的小跳要画重点啊，这个是要先定型。对，这个时候白棋就不能跳了。对，如果跳的话就有个弱点，这个地方一冲断，嗯啊，这个白棋就掉了。对，这个棋筋不能死，但是如果你走的话，这长就长死了。嗯，对，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对，你说我白棋爬一个，嗯，啊，那么黑棋这时候我再拐。哦，啊，这个地方，总之逼白的要花一手棋。那么和刚才一样，你白棋还是在这补一手棋，我
再回到上天小剑，依然是把白棋封在里面。啊，所以说这个跳是很关键的地方啊。对，应该说这个组合拳，对，跳了一拐是比较经典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嗯，好，那么看起来白棋就是比较担心这个冲断。对，白棋担心冲断。那你说，那白棋下的好啊，白棋在黑的搬的一瞬间，是不是把这个地方防住了呀？嗯。那我们再反推，那我黑棋这个地方在白棋小尖的时候先冲，我黑棋其实是有选择权的，我黑棋先冲一下再搬。嗯啊，这回白棋啊这个地方没法贴了，那你再怎么走都是后手了。对，那这个地方的损失无论黑棋是飞出还是挺头，对，这个地方白的一定不能被黑的再加一手，那这一下尖就太损了啊。所以说白棋如果黑棋会选择冲了搬的话，白棋只能挡，那么黑棋一断将会形成一场战斗。嗯，那么从白棋实战没有挡贴一个，白棋觉得这个冲断还是比较严厉的。对，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围棋很有意思的地方，就这种次序的微妙上。对，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这样来看就是一个双先，那么这样倒推的话，实战黑棋是可以考虑冲完再搬的。对，可以考虑冲。那么白棋为什么选择小尖？你说我们再倒推，我先贴一下不好吗？哎，我先贴一下在小尖，黑棋可能就不一定会去做这个比较损的交换。黑棋肯定不会选择搬一下再脱先，黑棋直接会选择搬起。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白棋当你再搬的时候，对，黑棋不做这一下交换，那我这一下黑棋肯定是啊、明显大亏。嗯，啊，这下把白棋这撞的铁后啊，本身我这种尖冲啊，这白的上面还是很薄的，对，啊，甚至我一会儿尝一尝。那所以说在这地方我觉得黑棋失去了一个战机啊，在搬的一瞬间被谷子豪机敏的贴住。对，这样的话呢双方基本上就会形成一个转换，这等于是黑棋没办法啊达成了一个共识，等于黑的本来想发力但是又没有啊瞎出来，对，被白棋成功的躲闪过去。这样的话啊，然后接下来黑棋是选择拐头，拐头，黑棋是想把白棋这几步啊就是变得让它明显得有亏损的地方。嗯，否则我上面亏的是实实在在的。对，但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白棋这个飞呢是很实惠的。哦，白棋先搬了一下这个地方。哦，白棋在吃之前先搬了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是搬完了以后白棋搬这个。先搬完黑的挡再吃的。然后再吃黑棋拐起来。黑棋拐头。那么白的飞啊，这时候看的话白棋这一下挂角肯定是便宜了。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交换，现在黑棋无论如何会破白棋的眼。对，会这样。嗯，是的。那么白棋可能就只能被迫在这个比较狭窄的区域去做活。嗯，但现在的话很明显这个尖就非常的缓。对，等于是你在黑棋一后的情况下，那你这个小尖啊，本来你应该发力的地方你先自己蓄力了一手啊，但是这样让白棋很从容的一飞基本上就已经安定了。对，所以说短短的这样的一个回合，虽然不能说黑棋一定亏了多少，但是能感觉到作为有贴目压力的一方啊，就如果这样相对缓和的招法呢，可能会让自己的这个胜率啊就是在不经意间可能会有点亏。对，我觉得是不是说白棋这几个不损，而是这个黑棋左下角的这个配置啊不是很理想。不太理想。就如果我们看成这样，那黑棋可能这一代的发展就非常可观。比如说这期我就算我下左下角是个星位，我已经被你白棋挂了一下要好。啊，当然这个地方如果是小目就最好了。啊，这样白棋在挂角的时候我会直接对它进行进攻。啊，对。但这样的话由于之前白棋已经挂到了这一下，就会觉得这个配置呢让白棋的这个飞恰到好处。对，等于这时候黑棋如果不拐呢，你说我先可以，我去进攻他这个子那是可以的，但是白棋我就比如说他担心这个压啊，压了比如说我就上面搬啊，可以看白棋上面由于后了之后上面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阵营啊。嗯，黑棋其实这个实地并不是很大，所以可能我们就老说围棋的布局是很讲究配置的。
对，就虽然局部来讲这个回合可能双方是打了个平手，但是结合到下方已经定型好的一个配置，嗯，现在飞到这儿的时候呢，感觉白棋的布局还是不错的。那么黑棋吃啊，这也是黑棋上面留下的手段。对，这样的话白棋如果提的话，就是黑棋虎过来呢，白棋是个软头。对，白棋长，这基本上这两下是看作必然的。嗯，因为白棋总是不可能站在这儿让黑棋打一下。对，如果白棋站在这儿再打一下，那黑棋这扳可能得分了，不是不损，是便宜了啊。这个就等于是我通过这个子一个子上面两下借用啊。所以这几下是比较必然的。对，白棋长。嗯。然后黑棋交换完之后选择了吃这个，嗯，这个吃的话呢，一方面他可能跟这个形成一种呼应啊，另一方面他可能觉得以后这一带如果下来是不是白棋还要受攻。对，但是好像离得比较远，因为白棋啊，这个二路虎是个绝先，虎和打啊，对，有扳的时候，如果黑棋不补的话是个绝先，那么可以看白棋二路虎是先手，那上面白棋联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嗯，啊，这步吃只能说它比较厚实，他觉得不吃的话，白棋长一个，啊，也挺大的。对，如果我们看成这个地方以后白棋点一下的话，点是先手的话，黑棋还是挺重的，这块棋不能说它已经安定了。对，所以这步棋呢有一点攻守皆备啊，兼备，但是担心的就是说，如果被白棋抢到这种大场的话，这手棋的实控肯定是不如这种。嗯，对，可以看黑棋在这儿自己花了两手棋了，等于拐了打吃，那么白棋在左下角和右下角也抢了两手，那么黑棋现在全盘这个实地是有一点吃紧的。嗯，我们可以看黑棋是这个可见的，只有这一块十多目，然后这边这都没有多少目的，那么白棋的目是看得见的，上面的这个十好几目，对，挺饱满的一个形状。对，白棋右下角两手棋，这个地方双方两手棋啊，黑棋也这看不到太大的优势。嗯，对。所以这棋黑棋实地是需要加油了，这个。嗯。有可能会形成干不够，如果黑棋运用不好啊，它这个外面的一些势力。嗯，然后尖冲，白棋贴。就这种地方我见到有的时候就比较少见的是爬这个，对，然后有的时候是贴，有的时候是加过来，或者是脱先，对，或者是加在这里，对，那在这个地方的选择上我们应该怎么考虑呢？就跟周边的配置来说，一般黑棋尖冲呢，黑棋要么是削白棋的模样，嗯，要么黑棋是围自己的模样，那可以看现在黑棋外面比较厚，嗯，那么比如说我白棋选择一个比较紧凑的，这个反击也是非常常见的啊，但是现在来讲呢，这个战斗作战感觉白棋不是特别的有利啊，因为黑棋外面本身就比较厚，你跟别人比较厚的棋战斗一起呢，你肯定比较吃亏，尤其这两个子虽然是安定了，但是黑棋肯定也有些借用啊等等。对，比如说缓和一点的可能在这一带，或者根据这边的定型有可能还会有一些碰上来的借用。那么可以看我刚才这时候摆的是小尖啊，也是这个地方比较常见的一手棋。对，这个地方不是长啊，因为一般长的话被白棋一跳啊，虽然你这三个子挡下来了，但是白棋这两个子有可能比黑棋还要厚实一些。对，等于就是黑棋要知道自己的重点是在这一边，那么白棋这边已经有三个相对厚实的一个阵势之后呢，就把重点放在这个薄弱的一颗棋子。对，因为他想黑棋把头给争过来，比如说你白棋飞一个，嗯，那可以看我下手这一虎，那就这个效率要比长的再拐要好多了啊，这个虎这个形状就要看着优美啊，对，效率也高。那你说白棋长这个，那长这个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嗯，那黑棋这边飞压过来，对，啊，所以说这种棋应该也是 AI 出现之后给我们的一种启发。对，也就是说一般插在这儿呢是至少对自己在外围的攻防呢是不落下风的，对，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嗯，那如果是加得远一点的话，这个加得远一点也是这一带或者这一带啊，比如说黑棋这边是一个大模样，嗯，啊，比如说黑棋现在可能是，啊，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那么白棋贴呢，黑棋就跟着跳，啊，白棋觉得这个效率不够高，嗯，那么这时候白棋会选择一个比较积极的，
啊，这个像是一个夹击，但是离你远远的。嗯，啊，因为你这个地方挡下来之后，我觉得你这三个子还是比较厚的啊。现在我就不是尖了，对啊，现在我黑的肯定是长，因为这个子在比较远的地方。那么白棋，啊，我一拆，那我就安定了。对，所以这个呢，与其说夹击呢，它其实也带着一种分头，就是打破黑棋阵势的一个用意。嗯，但现在并不是这个情况，可以看现在黑的这边势力范围是一个很小的状态。哦，啊，所以白的选择后势的贴。那么这个棋为什么爬比较少呢？嗯，爬觉得黑的就跟着一跳啊。当然，某些场合白的就是很朴实的爬了接着挖。就是，对，这个因为是实控上会比较好。啊，对。这样的话就是白棋等于捞地了，但是爬了挖的时候啊，黑的也有很多情况是选择单场，嗯，白的冲黑的再场，这样我可以把头就是侧重于这边的发展，对，黑的等于是兼顾这块的空啊，嗯，当然这都是和现在的场合不是特别匹配，我觉得，嗯，所以现在的话实战白棋的态度呢，就是我也不担心你跳，啊，如果你跳的话我并不觉得你中腹，你跳白棋可能会自己就稳稳的拆一个，因为他觉得黑的这个地方，你说你围，你能围出多大的实控吗？我就算我补强自身，对不对？嗯，这手棋看着也是一步比较好的一个很有价值的。那这样黑棋这两个子其实你还不是很厚的，你自己可能还需要自己拆一个。对啊，等于黑的想在这个地方围成一个大控基本是不太现实的。嗯，好，那我们来看，所以这盘棋呢双方达成了共识，白棋贴呢黑棋也没有跳，黑棋是逼一下啊，走在这里啊，这个选点也是我觉得算比较常见的一个选点。嗯，那为什么比较常见呢？黑棋下一手棋是有一个绝好点的拖。嗯，啊，这个地方拖算是一步绝好点，白棋如果跟着搬，我黑棋还要搬。哦，还要搬进来啊，这个地方就是我尖冲一下可能还便宜了。你白棋如果只是什么这种粘住，那这个棋形就比较重复了。可以看，嗯，啊，像这种棋形，我又尖冲一下，那肯定是便宜了。对，如果看成这样，那白棋肯定是飞出或者是其他的下法。对，不可能在这个一个这么局促的地方去后上加后。等于让别人的子效降低呢，总是好的。对，啊，所以白棋的这步尖呢也非常的大。对，白棋实控上跟着尖一个，很有价值的。黑棋拆回。嗯，当然这个棋我觉得那尖冲的话，黑棋先选择这个定式，黑棋也可以直接挂角，这个挂角也没有任何不好的也是比较常见的。对，那刚刚交换了这一下以后为什么就不能挂角了呢？交换这一下由于白的现在比较厚了，从两个子变成三个子，你再挂角这个就比较过分了白棋就算我尖顶，当你再长的话，如果那白棋这一般，那你这个尖冲就从之前想把白棋棋子变得更加重复现在等于是一个比较亏的状态，和你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嗯，所以这相当于是一个组合手筋，如果你尖冲到这一下，大致就是挂在这一线。 对， 对，然后如果没有这下的话，那么这个挂也很常见。好，实战黑棋是选择了在这条边进行一个开拆，那么白棋接下来是走在这里。对，白棋拆下方。嗯，也确实像是最后一条没有定型的边。对，其实如果像这么下的话没有战斗，那黑棋之前比如像拐了打呀这种子可能就效率比较低了。对，这种后卫发挥不出来，再加上我们现在毕竟贴七目半啊，对，就黑棋这盘棋的开局呢，现在已经给自己奠定了一个就是实控有点紧张的一个格局。嗯，可以看黑棋实控呢，这边十几目，这块也是十几目，黑棋全盘三十目起，三十目稍强，嗯，但是强的也很有限了，白的这个地方十六目是稳稳的铁控，然后上面也是十几目，白的全盘也是加上这个白的肯定也是三十目强所以说你黑棋咱们俩目数差不多的话，黑棋拿什么贴目嘛，对不对？对，尤其黑棋像这块控的话比如说白棋靠一靠，它有可能会增多但也可能会减少。
对，所以说之前为什么说黑棋看起来这几下好像在白控里去交换了几手，但很亏的地方就是我们能感觉到白棋特别的厚。对，就由于白棋有这个的话，其实黑棋这里虽然已经花了一手，但就像刚刚谭老师说，总感觉这一带以后还会被白棋骚扰。对，可以看为什么说之前上面损呢，我再给大家我们首割一下。现在刚才我们把这几个子全部拿掉啊，这手数是一样的，每方下了五个棋子，啊，你说现在白棋自己跳一个，感觉跟刚才看着呢，我觉得效果差不太多，因为刚才特别厚，现在跳一个可能黑棋还会继续骚扰白棋上面这块空，等于是黑棋尖，白棋打入白棋尖顶，黑棋跳，白棋扳，那可以看咱们的手数是一模一样的，黑棋断一下，打了一下。然后黑棋又虎了一下，等于黑棋是一个先手交换，但是这个交换有可能是先手亏，白棋的对，肯定是先手亏，是白棋实控更加坚实，而且黑棋上方这块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很厚的后势啊，以后被白棋点一点还是挺难受的。所以综合来看呢，感觉现在执黑的杨鼎新九段需要找到一些发力点，不然如果是平稳推进的话，实控是他的负担。对，实控会吃紧。所以他也开始边攻击边乘一些目数。白棋也很简明下的。顶黑棋长，其实看到这步顶呢，我当时就感觉顾子豪应该是想靠出去。但这时候其实人工智能决议告诉我们，白棋尖一尖，也挺满意的。这个棋非常的满意。因为脚上的其实快一个天目了，对，做活其实就是目数还挺大的，那么黑棋可能会外面尖住但是这样这步棋就是知道自己形势不错，但是在形势不错的时候你会怎么去选择你是会靠出作战呢，还是稳稳过渡呢，尖一尖这个其实你说白棋优势，但是优势也不是会说想象中那么大呀。对所以这步靠呢是体现顾子豪比较力战的一个风格，喜欢战斗。对，其实顶完的话要我也会想靠出来，因为这靠出看上去形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形状。对，接下来我们看黑棋一扳，白棋一双。对，我们说这个双板凳啊其实是一个效率蛮不错的，因为黑棋的这个等于说有点兄弟打架。对，那我从这个地方出头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充分的棋形。对，双板凳最常见的是这样的一个形，那就更快了这样的形，白色就更快了，最舒服了对，那么黑棋走完之后呢，它是要补这个断点才是补在这里。对，可以看这时候杨鼎新也知道它不能下的比较缓了，你说我黑棋很厚实的补一个补，那我白棋一尖这个地方等于说你黑棋一手棋还补不干净，不是说现在攻击白棋，而是你自己自身没活，那白棋都是活的，而且头也出来了，你在外面中央想成目，那这盘棋就已经不太可能了。所以黑棋的意思就是抢个急先手，这样如果你再补的话，我的下一手很严厉。对，这高效率的补棋。对，这所以白棋挡住比较必然，棋贴，贴白棋长。但这样我们就看到这几下呢，黑棋也是损的，就这条边白棋基本上快自然成控。那高效率补棋，黑棋要干什么呢？那这啊抢这个拖啊，这个拖太大了。这别看这步棋不起眼，你说我现在黑棋大的有很多，我要把这子跳出来吧，这子也快死了。对，但白棋白棋这一尖这个尖实在是双方对双方的眼型和目数都是太大了。 对，就感觉这步棋不仅是实控，你看可能白棋差五六目，黑棋差五六目，最关键的是白棋一走黑棋不活，黑棋一走呢白棋也需要联络。 对，因为白棋一尖黑棋你挡不挡，你不挡白棋就跳，那这块棋黑棋整个就需要往出逃跑。对，所以这步棋就是我们常说的棘锁，就必抢，兵家必争之地。如果黑棋不抢这步棋呢，之前的这个大飞也没什么可称赞的。那这样白棋联络，白棋拐，那么黑棋把白棋分断这也是必须的。这如果不把白棋分断的话，等于是让白棋成了后势，那么黑棋之前的这种用意也没有达成。而且要注意这步靠或者
靠住的，它并不是说完全定型，就是一旦白棋全后的话，它还是有搬下来的可能性。啊，可能性，对，是有的。等于这个地方黑棋一旦白棋全连后了，黑棋有可能还要花一手，这是黑棋有可能受到牵制的地方。对，那所以黑棋现在要分段，这样也能让自己的之前的这个拐头和打吃发挥一些作用。嗯，只有战斗起来啊，黑棋的后势后位才能发挥出它的效果。嗯，但白棋比较舒服的是这个搬粘啊，搬粘啊，这个时候我看决议一直强调啊，白棋要把这下顶掉的。顶掉哦。反正决议一直觉得白棋不顶，黑的加死也很大啊。这个逆收很有价值。这个逆收，白棋如果说顶完看成这样的话，它这个里面的眼型还是比较充分的，就以后它不会马上走。对，但是白棋你要说我自己都得去后手补活啊，那对白棋来讲是很痛苦的。嗯，这下顶只能说对局者应该觉得不着急。他觉得毕竟什么时候顶都是我的。对，而且真的是有点想说以后我保留这个扳也很严厉啊，就一旦比如说我扬长而去的话，你就是看还是看判断，就这步加到底多大的问题。嗯，因为我刚才想一下为什么这步扳严厉的点啊，这步扳正常来讲黑的加，嗯啊，如果白棋打吃黑的还要立啊。对，这个地方就本身是这样的一个定型。嗯，然后白棋如果只是后手活，其实这个地方就没有这么严厉了。嗯，但白棋好像在加的时候，加的一瞬间有可能会通过这个叫吃呀啊，对黑棋发起这个攻势。对，因为这个地方你正常是要吃我的，那白棋我这星位再一打，哇，黑的就有点接受不了了。因为无论你是粘还是提，这个如果被这要是被白棋粘着吃回来的话，那是黑棋绝对不能接受的一个事情。对，我觉得这盘棋基本上黑棋也就困难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棋形你要白棋自己走也走不成这样。嗯，这白棋活了十多目啊。对，但如果黑棋是要断上来，那么在这个局部的定型就这一下呢又是差很多，直接让黑棋这个地方本身可以联络，对，变成了就是无法回家的一个棋形。所以这一代其实还是对于白棋来讲是有期待的，就是说他至少觉得以后这个扳是很严厉的。对，这样白棋做活等于黑棋干了一下什么呢？黑棋在这打了一下，可以看我们这个地方黑棋打了一下。本来我是靠扳或者立回家的。啊、本来黑棋一路打着先手啊，白棋还在想我是粘还是提呢，因为我很纠结，我粘的话你这个一路打还先手，嗯，那我提的话这少紧一口气，啊，是不是黑棋会立着回去之类的？啊，那你黑棋这下打肯定是大额手。嗯，所以综合我们这个觉得不着急和这个扳的味道来说，可能从人的角度啊，暂时不着急。但 AI 呢，可能觉得如果这样能满意的话，咱们就少点变化，对吧？所以很多棋都是人更理解人类吧，或者双方就我们好像思路都是差不多的。对，我们经常就是还是看棋手下的棋呢会特别理解他的思路和逻辑习惯，但是如果看 AI 的棋呢，我觉得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灵感和启发，因为毕竟它经常会跳出我们一种常见的预想。对，但最常见的是看不懂啊，因为他就下了之后我不知道他下一步棋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是要干什么啊，这个是他无法告诉我的。对，那我们来看现在呢，白棋搬粘之后黑棋这边有点气紧，所以他补了一个。嗯，这接住，如果不接这被这一吃这有点受不了。啊，这等于是先手打拔。哇，那白棋已经活了。这不是活了，黑的快死了。嗯，这一打拔之后，所以黑的这个地方不能容忍，这粘住。那白棋这个时候加一个。加是白棋的先手权利。嗯，然后交换完之后白棋觉得这里有一个冲断，对，他补了一个补断。嗯，对，这个时候的话因为这两个子的间距还是对白棋不会有什么致命的，嗯，就大概也就是飞一下在这个局部或者是跳一个之类的下，或者比如说黑的把头抢过来 啊这个地方跳。嗯，我在想啊，我之前看的一个图，嗯，这个时候白的里边这步棋是拖着走的，啊，我在看，我刚才就在看为什么白棋是拖着走的，我刚想了半天还没想明白。
如果我如果黑的顶这个白的便宜吗？顶这个，因为你要挤吗？我，所以我为什么？但是要挤啊，白的要单粘住啊，单粘。哎，那也是一样的，好像跟挤是一样的。对，这是什么？白的就这便宜。所以说我刚才没有想明白吗？我跟棋友们一起看一下，我怎么觉得？为什么我没有想明白？便宜的不明显，就是我其实觉得便不便宜我还没想好，但是我只能说便宜的不明显。对，我是觉得不便宜，所以我在思考。白棋你已经补了一个断点嘛，嗯，那我就多吃你一下这个，我很难说我自己有那么骄傲。而且我这样定型完以后呢，虽然我这一代确实多了几个有点先手吧，这一代有点先手，但我毕竟没活，然后我这边的目数我也不敢说我就很便宜啊。所以说我们还是看看我们正常的找法吧。嗯，那如果不拖的话，啊，不拖的话我就搬一个啊，这个这搬你就看得懂，搬我就看得懂了。对，嗯，现在黑棋还可以下来吗？黑棋有点凶险，因为黑棋如果加是不是还是要面临着这一段啊？之前残酷的一段，嗯，这个地方你说我黑棋不冲，嗯，被打吃，我黑棋我再打，我跟你拼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在劫啊，但是这样的话，等于白的外边随时有把飞刀，嗯，啊，这一开上来，这个劫黑棋是不能输的。对，对于黑棋来讲，是永远想都不要想的万劫不应。对，所以白棋现在可能在外面可以活动开手脚，对，可以制造劫财。嗯，这个图可能需要，白棋怎么在这里？我感觉黑的有点凶险，白的现在比如我挖一个，开始造劫了。对，你若敢冲，中国制造，然后我这直接来了。对，我也是不含蓄了，直接就是对穷途必现。反正我外面等于是我发一手飞刀嘛，嗯，两手，感觉黑棋是有点勉强，其实。嗯，是的，所以黑的不敢，嗯，啊，不走，而且加一个之前说我和那个白棋眼型失控都是很大的一步棋，那黑棋现在啊把这个子加死。对，但相应的呢，围棋就是这种取舍嘛，白棋能够飞到这儿，感觉这个棋形也挺充分的。对，白棋觉得我中央这块棋呢还挺好处理的啊，想处理起来不难。嗯。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其实黑棋的这几个子跟白棋的相比好像甚至不占上风，嗯，对，嗯，那么像这时候比如说黑棋这时候决议给出了靠，但是这种棋的话我觉得就是下不出来，因为太危险了，看着比如说白棋搬，啊，这个看上去感觉上黑棋就不成立的棋，对，啊，有时候我们很难去很深的计算，而且这个地方它到底成不成立，我也给它打个问号啊。所以说有时候也不能光看它的招法，我觉得，嗯，还是需要自己去思考和理解。对，而且我们知道，如果说对我们来讲，现在当然无比强大的 AI， 如果说它真的有弱点的话，那还是在这种直线计算上，是它现在唯一我们偶尔还能给它挑出错的一个。对，而且这个是对局者下嘛，他首先，先要判断自己形势好不好。嗯，另一个这个招法。太危险了啊！真的是不会去想，我觉得，或者想一下觉得不成立啊。对，这可是我们这个天元战决胜局啊！对，这是关乎到这一届和下一届特别关键的一盘重要的比赛，所以在这种地方就看上去觉得自己可能有80%看着不行的棋，还是很难说这个时候就拼命的。对，因为我这个形势也没有说也没有说差到已经啊不能正常继续下的。可以看，顾泽豪这下的比较稳健，飞一个。嗯，啊，那么可以看这一代现在，从黑棋逼住来讲呢，黑棋脚上获得一些失控，啊，但是白棋下面这一条边啊增加了一些失控。那之前说黑棋想在中央作为，那一直都是不太好沉木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黑棋现在的木数还是需要追赶。对，等于黑棋这一代的增长和白棋这一代的增长基本上是一个持平的局面，嗯，对，所以黑棋还是需要通过对白棋中央这一代吧，可能能占得一些便宜。嗯，因为在这一代其实黑棋目数增长的很有限，甚至就没什么增长，嗯，啊，可以看这家是先手，嗯，那黑棋这下一步白棋是有可能可以打入进去的。对。
所以说像这种两边打架的这种控啊，其实它长得就很有限，就我们围控其实不太愿意围这种控，对，就喜欢哎像这条边一样自己有一个搭配，或者成一个立体的一个实控，比如说我这棋怎么能啊围一个大控。嗯，所以黑棋接下来就想我在这里能不能让它立体起来。对，哎，靠靠。嗯，就希望如果说白棋简单的，那么黑棋可能顺势，你如果怎么补个断，然后我可能就把头这样拐过来的话，我好像这一带就隐约的会有一些，对，甚至黑的还有可能把你断掉。哦，这个地方断也是非常有可能存在的，因为你现在打吃，我黑棋有可能会选择一个这个翻打，打了一粘。白棋这块毕竟不活，对，你直接说你这中央拔花三十目，但是也要分场合，你这拔到现在啊，这个地方看着好像很没劲，一会儿别出现了一块孤棋。对，关键是这里好像，对，你说我再拔花，我黑棋我拐一个，我再拔一朵，那这个是非常厚了，但是现在白棋这块棋是否有生命危险，这个需要一个计算了、这样的话就是这两个子就发挥作用。对，嗯，所以这个时候白棋要慎重这个地方的处理，所以这个靠的话还是存在着这个杀机的。嗯，那么白的内扳，哎，也是内扳，也是正确的应对方式。嗯，如果我断了你呢？断好像白的这地方对要发力了。对，如果我打吃你就跑，我打吃你就长，如果我粘上，粘上我就拐了飞住，拐了飞，可能黑棋一不小心就全进去了。对，因为我现在这有个断点需要补，因为黑的气非常紧啊，这个白的打吃，你要是这种冲两个，首先对杀杀不杀得过，就算黑的杀得过，白的也有可能弃子，因为白的外面已经把黑的全部包在里面了。嗯，而且可能黑的直接死了，概率比较大。对，所以就这个扳呢，其实它是也是很强硬的，就它利用自己能够反冲过来的去追究黑棋的破绽。嗯，对。所以在这种关键的地方，就是看起来我好像退一下，反而把自己陷入到更危险的处境。对。而我选择正面作战呢，黑棋。那其实黑的现在你说我加，嗯，是可以。扛住的啊，因为我如果走外面的话，你就可以粘回来、跟刚才有点像。对，那么大概是这样，会形成一个转换。白的冲吃啊，我可以吃。这好像看上去，白棋非常满意，得失一目了然。嗯，因为这个黑的一直想前面说过，黑的想利用后势攻击白棋，或者是在中央围一些控。那现在一人吃一个子，啊，黑棋这个吃的相当不满意，还被白棋这个断一下。可以看作白棋也不损。对，而且棋我们看以后，如果白棋算点一下的话，黑棋真的是绕了一个大圈圈，对，收获了两目棋，所以这种是不可取的。是的，嗯，那也就是说扳的时候，其实黑棋是可选性不多。那我们看它实战啊，实战就是挡外面啊，挡。对，那么白棋冲冲，哎，这个地方。如果黑棋跟着硬的话，跟着硬，黑棋好像已经连不回来这两个子，这被一断。哦，首先我从这边争子不行，我吃这边你跑，这个子也起到了。对，就算没有这个子也没有这个子，黑棋会从这边下来。那反正现在刚好黑棋是不行。对，黑棋这两个子他已经准备弃掉了、他说我弃子了，我准备弃子争先。对，那么他就不先定型这边，他选择了外长，然后白棋站在这儿，粘住，黑棋跳，这样形成了一个转换吧，白棋把这个连通吃得很厚，那么黑棋呢，也在这里看上去形成了一番势力。对，现在可以说，这个地方白棋吃两个子，吃的还是很厚实的。那么白棋可以看这个实目啊，实地又有所增长。那么黑棋所得呢，可以看这个地方外面多了好几个子，显然是要怎么样围一个大控。对，
但有点现在从黑棋的角度有点遗憾的是，这个大空呢，眼见的好像这个地方的口呢，对，这口子没包好。如果现在我黑棋这多一个子，哎，啊，那这个地方看着就满意，对，啊，这个空围的很立体，就是我们说的想要围的，啊，赏心悦目，我感觉。对，但是可惜的现在就是这种空差最后一个口子的时候，轮到白棋来下，嗯，就有点担心白棋会不会有很好的这种清消的手段。对，嗯，是的，所以现在来说，我觉得也来到了这盘棋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在从白棋靠出作战之后啊，双方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嗯，白棋的实控呢应该是不错的，对，但黑棋呢现在有一个未来的潜力股，就是这一带我到底能围多少。嗯，是一个悬念，所以到了这个比较关键的时刻呢，我们也可以休息一下，来看看待会儿一起看一下顾子豪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如何选择。好，天元围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那您现在收看的是第35届同理杯中国围棋天元赛决赛决胜局的赛事直播。那刚刚我们说到，就现在经过这两个回合之后啊，其实白棋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去清消黑棋这块空。对，黑棋这块空其实像这种清消有很多个选点啊，嗯，但这时候其实需要一个对局者的当前判断，比如说黑棋这块空我可以容忍它围到多少步。哦啊，这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吧。所以面临这个难题，其实现在的第一步我们是得做形势判断，对，是吧？看一下，比如我这一块从白棋的角度，我可以容忍你到哪条线？对，因为任何其实棋手下棋的招法都是跟着他判断来的。嗯，那你要说我不判断，那我根本就不知道当前好坏呀，他能围多少目，我能赢等等。啊，那比如说这时候我白棋形势不好，嗯，那我怎么办呢？我可以考虑，比如我先。骚扰黑棋，甚至我尖冲，下的特别特别狠，这个可能是有点过分的，甚至再过分一点，如果形势不好都下得出来啊。当然这是形势不好，那我要形势特别好的话，我可能就这种小飞啊，我这个棋只要是不让你围上这口子，我就已经赢了，那么我也可以这么下，对不对？这是所以说。不是说我让黑棋围多少目，而是跟我当前形势判断我可以让它围多少目。对，那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大致看一下，比如说白棋现在可以接受黑棋到哪一条线。对，其实我刚才点一遍啊，稍微有一点不确的地方，就这个地方目数我当时想想怎么点啊，没想好，所以我先点别的比较好点。对这个地方是这块是30目出头。嗯，白棋这块30对，30目出头。好，上面然后上面这是6、8、10、12，这个地方，13、14目肯定是至少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些，暗目，这白棋肯定是45目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黑棋。黑棋如果暂时先不算这一块的话，就是这边和这边。这边的话加起来应该是30目棋左右，也就是说算上贴目的话，黑棋这个地方要为22目，就是而且是纯长，纯22目。对，就是。但是我这个地方还没给白棋点目，这个地方白棋肯定是有目的，而且其实白棋要走的话是有很多目的，因为白棋粘可以看是绝先，这不得了。那黑棋挤，白棋一打，那这个棋白棋一走的话就长了近10目。不止10目，这可能一些暗目的话，甚至这3目都能点上。哦，那就不止了，有十好几目，对，是10目，对，长了10好几目、就是，所以这个地方目数不是那么好点。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简单的来说，刚刚是22目的话，那么白棋就是我在这一带定型呢，如果你跟着我围，你走我，你围，我抢个先手再一吃，我这儿又长10目。嗯，所以等于这样通算下来，也就是白棋可以接受黑棋大概围个30目。对，可以接受黑棋围30目。嗯，那么可以看实际上顾子豪的选点。所以我们来看看它这个位置啊，掉，就是你如果围我一压，你再围，然后我们看看点点目，为什么它掉在这地方呢？那我黑棋围空啊，嗯，那白棋这时候说我这脚上先拖你2下，嗯，现在不知道他是准备虎还是准备断，我们就先算虎，简单一点的啊，黑棋退，其实这块棋黑棋应该也是有30目的实控的啊，但是黑棋这样是不太够，嗯。
因为白棋其实我们看到它吃到这儿以后，这三颗棋子在白棋这里变厚之后呢，你这三个子其实也没有完全安定。对，而且白棋上方其实自己还是在长。嗯，所以说实战顾子豪选的这个选点就是不怕你围的一个位置。对，那这种位置呢，如果自身又安全的话，就可以说是现在局面当中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对，很不错的一个选点吧。嗯，啊，因为他是需要判断，他觉得黑棋飞呢不够啊，如果黑棋实战也是飞了，然后下一会儿顾子豪输了，那么这步棋可能就是成为了白棋的败招。对啊，就是如果这步棋你走完别人跟着围你输了的话啊，而且不是说你后面啊我最后出错啊，这些因素抛开。嗯，但是这个时候的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接下来黑棋呢也没有围。嗯，对，黑棋选择了尖角。嗯，所以说明应该两个人在这个地方还是有一定的共识。对，判断是一致的，就是白棋掉到这一线，我黑棋围啊，那我是不太够的。那么其实啊，这个地方可以看白棋他并没有说我再往前一路，你说这一路白棋就真的会死吗？其实啊未必，这一路你说黑棋贴我白棋就跟着跳啊，这块棋他应该是不会死，正常来讲，但是他有可能觉得不便宜，或者觉得我这一路是最完美的一个，这是恰到好处。啊，对，就而且这种位置可能就会，比如说这个地方，你其实对于黑棋来讲是不纠结的。对，我肯定要反击。对，我作为黑棋，我总不能这么围吧？对，你说我贴白棋，你尝一个，我再跟着贴一个。嗯，那这个黑棋我是知道的，它肯定不够了啊。所以说，面对这一路，我只能反击。对，等于我想都不用想。嗯。但是呢，它这个位置呢，其实就给了黑棋一个围和不围的机会。对对。所以而且这个位置放在这儿呢，总会比这儿的处境要安全一些。嗯，所以这一步棋呢，感觉还是挺体现这个白棋的一个功力吧，就至少对现在的局面他做了一个判断。对，应该他觉得走到这一路我形势是不错的啊，可以接受。对，那我们来看黑棋怎么应对。黑棋，黑棋先抢一个角尖顶。嗯，那么黑棋这步尖顶啊，其实他用意也是非常明显。嗯，他想让白棋尝一个啊，这地方你要是跟着长，那你就中计了。那我黑棋再围，哇，这一下交换，不要小看这一下。对，你说白的贴一下，那可以看黑的尖顶一下和刚才白棋拖了虎做一个对比啊，那就差了五目棋，可能纯目数的话都不止。嗯啊，那你可能这个输入一下就出来了啊。对，这判断就出现失误了。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就有的时候像 AI 给出的这种90的胜率啊，嗯，其实真的我们换算成目数的话，也很多场合不过就是一两目。两目，对。对，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一下子什么五目棋就差出去了，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这判断就说明这差距太多了。嗯，所以呢，尖顶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也又看出就是白棋之前这个地方的后卫了，就如果白棋可能只是简单的一个拆边呢，这个虎就非常的大，但现在由于白棋这里是铁后，黑棋这里还扑了一下，对，所以相对而言这个虎可能我立一个也好，就对我的这个整块棋的安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下步棋走几步，黑的不管那虎在爆吃，嗯，总归是一些目数上的啊这个差别啊，不是会关系到我厚薄或者死活。对，所以白棋呢实战是选择了点一个是应手。对，黑棋这地方棋形还稍微有点难受。对，你说我黑棋我特别想反击这地方，我直接把它全部啊弄进来。嗯，但是眼见的呢这一跳，嗯，这个联络上稍微有点问题，这那明显欠的一个冲断。嗯，就是黑棋在这个地方会很薄，包括白棋断一个是绝先，黑棋需要尖，那么黑棋这个外面呢就非常的薄了啊，对，味道很坏。等于说这步棋虽然效率高，但是呢它其实给白棋留下了一二等等很多很多的借用。嗯，那我们知道作为围控的一方是最怕白棋在这上面有各种的腾挪的。是的，所以现在等于是虽然想反击，嗯，但是考虑到全局的一个状态，黑棋是没有这么下，他觉得不便宜啊，这个棋算了，我们老老实实的粘住。哦，那这样看的话，白棋这个时机也还不错。嗯，因为看上去这个有可能会对，比如说这一代的征子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定型的时候，能点到一下还是。对，刚才说到判断，其实很多时候啊，比如说就像黑棋这种围上控，
比较关键的一个就是，哎，像这个尖，你说你算谁的？哎，对，这个刚才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跟大家说，双仙这个尖，如果白气尖是先手，嗯，和黑气尖是先手，嗯，那有可能就真的差了五六目。对，啊，这个地方白气少三目和黑气少三目，啊，这个地方有的人觉得这个黑气我见到概率大，这就算我的，嗯，但是当你走的时候，你就是走不到，你比如说最后被白气一个逆收，那啊，整个前面的判断完全就不一样。是的，因为你赢再多，你一下亏五六目，那可能都翻盘了啊。嗯，所以说官子其实是一个，也是，就虽然是来到了棋局的最后的阶段啊，但它其实里面的学问也很多。就比如说在这种收官的双先，然后单先、逆收和后手，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在实战解决当中，你有的时候会有什么手指最后一个官子等等复杂的一些因素。嗯，对，所以后半盘强的人啊，往往可以力挽狂澜。而反过来呢，就是如果相对疲软一点的棋手，你可能就会很纳闷，就明明我之前前半盘或者中盘都很好的棋，怎么跟对手一收一会儿，啊，这亏一目那亏两目，可能一会儿就被收回去了。对，其实说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两天我们刚好也在看日本的两位很厉害的女棋手在进行这个决赛啊。哦，对，我不知道棋友们有没有关注。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两盘棋吧，都是这个新锐上野爱笑美呢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嗯，但是进入到收官阶段呢，我觉得可能他在后半盘上啊，对，还是相对于这个藤泽理菜，对，相对于藤泽理菜的话，可能有一定的欠缺。嗯，所以最终的两盘棋最后的结果呢，都是藤泽理菜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如果去回看胜率的话，其实一度是不错的。对，所以就是结合呢，我们其实一会儿啊，这个棋局慢慢进入官子的话，其实很多地方也是要注意的。好，那我们回到现在啊，白棋点了一下，白棋点了一下，嗯，啊，那现在点一下嘛，白棋下步棋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靠，啊，嗯，这步棋，嗯，在我看来非常想下的一步。嗯，啊，白棋靠，为什么说想下呢？对，你看我这点一下，我已经起到它的作用了，因为黑棋搬，我跟着搬。啊，你还要连搬的？对，这个地方我不是简简单单，比如说靠长，那我是要连搬。如果黑棋打了粘，那我这一争，哎，我这下点，居然起到了引争的这个作用。你跑，我这就争死你了。对，那么黑棋就很郁闷了，我这么多弟兄在这儿，怎么悄然间我这个征子还不利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白棋靠了，我有没有可能从上面，对，上面吃，让白棋吃，啊，其实这个就是面临到一个计算死活的问题了。嗯，那么现在黑棋很有可能，全军，对，我这粘住，全部留下来，鲸吞白棋啊！因为我如果我继续跑这个子的话，那白棋从这个地方有可能会选择都打出来，转身，啊，对，转身的手段。这样黑棋还要拐回来，对，这样黑的脚上就有可能这个受伤了。嗯，啊，但黑棋有可能会选择，比如说我粘在上面啊，或者啊之类的杀白棋手法。啊，这个白棋肯定是。觉得这个靠了扳呢是最容易想到的，但是也比较有危险性。对，这种就感觉是一把双刃剑，就对敌人越狠，嗯，那么同时自己的危险系数就比较高。对，如果白棋成立的话，那这一手棋非常的严厉。对，但实战的话，即使是以力量而闻名的顾子豪呢，也没有选择这个直线的。我觉得他这个尖冲跟那个基本上差不多啊。因为还是对自己的力量，还是对自己的力量很有信心的。嗯，因为这个尖冲和靠了扳来讲，对黑棋同样是无法忍受的。对，因为黑棋如果围控，我白棋靠。对，你如果这么围的话，我黑棋扳虽然都围上，但这个地方被白棋一虎的时候，黑棋会发现这个地方太难受了。嗯，那首先打吃。这个白棋肯定会做劫，这个劫对白棋来讲是免费的。对啊，这基本上可以看黑棋是被打回去的。那这个地方再被白棋打一下，那这个黑棋就没法下了。对，如果下成这个图的话，我想这可能就不是两位顶尖一流之间的对局了。对，那你说我黑棋我不想这被打一下，嗯，啊，那这被挖粘一下，那同样也是黑棋这个棋形和目数都被白棋这个刮得太惨。那黑棋最后只剩下这个二三路的目数，啊，这个肯定是不够了。嗯，是的，所以这两个图都是黑棋无法接受的一个变化。对，那黑棋就是粘也差不多，大同小异啊。基本上，只要是被白棋这靠回去，
那黑棋都是不能容忍和接受的。所以其实呢，他虽然这个尖冲啊，但他其实还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棋形。嗯，但我们知道这种象步嘛，其实是留着一个很明显的破绽的。对，哎，就是这个穿象眼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说白棋诱使黑棋去穿象眼？对啊，因为反过来嘛，既然我明显卖了一个破绽，总感觉我是引诱你过来，或者说至少他体现了他不怕这个穿。但是我觉得作为黑棋来讲，你怕不怕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先把你分段再说。因为我不能爬嘛，我已经围控已经这个已经正常收已经不够的情况下，那我只有先分段你，这样才是拼搏的态度。虽然你可能是对这个穿已经早有准备，但是我没办法，将计就计，我也得硬着头皮上。对，那么白棋压一下是他的权利，因为一旦这个被搬过来了，局部已经快安定了。对，其实白棋点一下这个棋形，对白棋这个整体的制孤还是明显有用处的。嗯，在一些很多比如说这样或者这样的联络上，飞一个是最容易想到的。对，那么如果没有这一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黑棋其实是可以飞断的。对，那么黑棋冲完之后呢，由于这边有一个破绽，黑棋本身是需要在这边补的但是现在由于白的多了一下点，可以看还是把这个黑的争死了。对那么黑棋你说我不补这儿，那我尝这个那白棋一冲这个地方只要冲下去，黑棋也是肯定不行的。对，所以我们看如果没有这个交换的话，这个地方刚好你现在再来点的话肯定什么都走不到。对对，这时候差太多了。对，感觉在这一带的其实清消和制孤上，我觉得白棋的处理是很精彩的，也值得我们学习的。实战白棋压了一下，他没有选择飞孤子豪实战选择了一个跳看到这步跳呢，我想说确实这是孤子豪非常狠的地方。他觉得简单的飞一个虽然我联络了，但是呢我觉得我这个跳效率更高。为什么呢他就说我这个，你别看我这个跳，我下步棋我这一跳就能把你整个就黑棋分断了。你就说你来呀，你进攻我，你比如说贴，我跟着你走你再断。对，你虽然呢这边会有点收获但是你走着走着你别小心点你自己中伏。对，只要我白棋这块棋不死，我一会儿我再分断你你黑棋还有可能要被我进攻呢。这是白棋跳的话，明显想更高效率的处理白棋这块棋。就是不是说我只是单纯的防止你那个对我进攻。比如这样，我黑棋贴一个，你说我白棋补一个，黑棋连回来这样他不觉得不满意。这个图我其实没破到什么东西对，因为这个图跟我们之前的任何一个图相比呢，黑棋的实控就不落下风。对，最关键的是白棋明显这几个棋形是有欠缺的。对，也不是很厚。对，那么白棋跳一个呢，对黑棋还保持着一定的威胁。我们往往说嘛，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所以呢，白棋的这步棋呢，就是也是在这种处理自己相对薄弱的棋的时候给我们的一种启发，就是也可以瞄着点对手的问题。对，那么黑棋这时候发现他直接直线进攻白棋呢，不是特别好进攻了因为这个像贴这个子，白棋都是比较轻的。那这两个子呢，白棋也不是不能死这两个子在一定场合下，白棋也是可以弃的。对，如果黑棋你就是已经什么都不顾的去想办法吃这两个的话，对对对，比如说你要怎么靠的话但是你得需要一些操作才能把我吃掉。比如说有个贴吧有个贴和我这个交换然后你再使劲的，你这靠了顶，你是有一定几率把我吃掉的。但是呢白棋可能我把你这一分段，你黑棋外面太薄了这两个子不是最关键的。对，你可能这块棋在回家的过程中，我这边走过来，然后这一带会有一些借用，那么好像突然发现你上面这四颗棋子就非常的危险。对，所以这步跳呢，或者说这一带的处理还是白棋下的挺漂亮的。黑棋跳跳在外面，白棋飞。对，黑棋贴。那可以看白棋这通过这个处理的话，基本上已经快连回家了。那黑棋得到的就是把自己这块棋连上，变得更加厚实。对，
对，但这样的话看上去白棋已经快取得了一个先手。对，可以看白棋从这步调开始，那好像黑棋并没有得到什么，黑棋在这个地方长了三个子，但可以看这三个子，你说黑棋所得到的实控并不多啊，就这一带黑的可能隐隐约约有一些暗目，但是你说他得到多少实控看不到，但是白棋现在可能已经要把这条边给破了。对，而且之前谭老师给大家说过，由于白棋这里有一个虎的先手，就这一带黑棋无论这里有多厚，在这一块始终对白棋难以有造成生命危险。黑棋可能以后如果能跳逼迫白棋回家，这是已经很值得高兴了啊！我觉得这样的话黑棋还是能取得一些目数的。对，但这样的话白棋在这边抢到了一个先手，他选择了冲。对，这个地方白棋现在选择了冲啊，这也是现在看上去最想下的一步棋，这冲。那你说你黑棋你跑我就冲下去，你要不跑我就把你这断死了啊，所以说第一感看上去冲是比较必然的一步棋。对啊，就是我存在着这个冲的可能性的话，总是要优先考虑。对，我总是想先冲，但是这时候决议给我们的推荐是拐、拐啊。他觉得冲下去呢，虽然看着很爽，把黑棋的棋形给冲裂了，但是自己所得呢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哦，那白棋这时候单拐一个，为什么他单拐呢？可以看他下步棋，他在慢慢啊，你说我这子在冲，那你而黑棋如果小尖的话，你黑棋防守，比如说我白棋也防守一个啊，他始终还瞄着这步跳，这个地方一跳的话，可以看黑棋自己这四个子还需要再做活。对啊，他觉得这样的目数是最好的啊，优先选择目数。对，而且能感觉到一旦白棋把黑棋这边实木破掉以后呢，黑棋自身不活，那么确保白棋自己安全的话，这个实控的差距黑棋还是存在的。对，但是冲的话，至少要是我的话我也会选择冲，这是无法忍住这个诱惑的啊。这个地方冲成立了，那肯定想冲啊，前面白棋啊就很想冲这个了啊，这一直都想冲的一个地方。那当然黑棋不可能轻易的白棋把这个吃掉。对，这吃掉的话黑棋就没法下了，就在被白棋增长个一个贴目、啊、对，这种等于认输，而且黑棋这一带的联络还是特别松的这种。对，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然后接下来这一步比较必然，好，白棋冲下去，哎，这看着上确实看上去非常爽。嗯，黑棋虎。对，但是好像白棋冷静的回过头发现啊，比如说现在我扳着先手，黑棋粘上、啊，我这冲下去花了一手棋，好像并没有破到什么实质性的目数。而且呢，这一带呢就暴露出了一点棋形上的破绽。就我们对比一下，刚刚白棋如果拐黑棋尖，白棋再补一手的话，这里是很完整的联络。对，可以看现在黑棋这块棋很厚，而白棋这两个子呢，以后随时有可能是吊着的。啊，那我冲这个只是把他这个子冲伤了，但好像这个子呢，现在黑棋随时死了啊，也没什么关系。对，当然唯一的就是白棋呢不会马上交换这一下，他会保留比如这一带的先手或者是尖二路的先手、这是白棋唯一在这里还有一些可以做文章的地方。但无论如何呢，就是白棋这个冲的下法呢反而让自己的中间变薄了。是的，而且最关键的是这盘棋马上即将进入收官。那我们比的是目数啊，你这冲下去其实没得到什么目数的话，那就是亏的。好，那我们继续看啊，接下来白棋立。白棋立啊，白棋说我这冲下去这虎这个子我不能死啊，这得需要立一下。对，关键是如果我们看成白棋这有先手的话，那么黑棋自身也没活。对，这个尖基本上先手，那黑棋可能现在需要挡一手。对，看看黑棋怎么处理。黑棋搬。搬他不担心白棋拐。现在他搬的话就说明什么呢？正常黑棋可以挡。白棋搬一个。他觉得这样下的话黑棋形势不太好。不满意。一定是觉得这样收的话黑棋目数还是落后的。如果说挡一个白棋搬，我比如说黑棋尝一尝，这棋我觉得我要赢了。那我相信基本上所有棋手都会这样挡住啊，但是如果挡住别人一扳，我正常收一收就要输了，那我就需要想一些办法啊。虽然说扳不见得
比挡好，但是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混乱一点。对，就是当你觉得有一条路不行的时候，嗯，那么哪怕另外一条路更为危险，但是呢，只要多了一些变数，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有的时候会说这个玉碎的棋啊，就是本来你可能只输一点，但是为了去争得这个最终的胜利，有可能是一个很惨烈的一个。对，是的，比如说，通常来讲啊，这盘棋我算定我这样正常说下去输半目，嗯，那我就要需要想想办法了，或者是用一些骗招啊，让对手产生了一些错觉，或者说走一些不成立的招法，那可能他一下反击把我给吃掉了或者怎么样啊，这样是有可能的。对，但是对我们来说一盘棋的胜负而言，你输半目和输一百目是一样的，这都是一局棋的实力。嗯，所以现在呢黑棋的这步棋其实就传递出了一种他对局面的一种判断和信号，对，积极进取的一种态度。嗯，那么看白棋，当然针锋相对拐一下，拐一下。能拐到的话，不仅是目数啊，其实有了多了这个点的话，黑棋的眼型点是先手。那么前面我们说的二路尖是先手，那黑棋这个眼型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对，比如说如果都走到的话，那么白棋拐就是有点先手味的，这一爬马上这个角就要有危险了。嗯，是的。而且能够看到，如果跟这个角相比的话，那可能黑棋吃中央未必有这个角大啊。这中央如果黑的角死了，这些都不重要啊，因为本身这就没多少目。那么前面说白棋掉，黑棋跟着围都不够，何况你这个角要是再死了呢？嗯，是的。那我们来看黑棋现在怎么办？黑棋贴，贴在这儿。黑棋准备，虽然我自己自身有问题，但是我先冲击你。先问一下，尤其你二路现在这个尖没尖到，没尖到的话，你这个就再也尖不到了，啊，由于我这多了个贴之后，嗯，就是以后你再冲，我可能就会立下来，然后跟你对杀，对，而不是简单的被你分断，嗯嗯，那我们来看这个白棋会怎么应对呢？白棋这时候针锋相对，哦，点，因为白棋这最容易想到的，我顶住，是跟着硬，这个这中央这四个子先把自己连回来，但是黑的下手棋。啊，这个马上就出招，嗯，点。如果你这样被他点到的话，那这盘棋我宣布逆转了，啊，这一并的话肯定是逆转了，啊，之前我还搞不清，但是下了这步棋我确定了，突然就看清了，这个棋白棋不太行了，对，因为白棋被黑棋的这几下走完以后，中央的眼型是不够的，嗯，黑棋一旦联络，那么白棋就被白棋要死掉了，嗯，那如果你别的反击的话呢，反击比如说我黑棋虎一个或者怎么样，有点大同小异，啊，就如果说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我可以看到我非常爽的这一打吃再一虎，哦，这个损失应该也是白棋接受不了，这个是接受不了的，这一下子又十五目的出入，对，这你之前我唬你一个子你说不死，嗯，啊，不行，不能死，现在死了四个子，对，兄弟越死越多，是，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一唬的时候好像白的已经啊没法这个无法两全啊，这个地方和这个冲刚才挤一个是想用一个手筋把两边都给防住，但是可惜无奈的被你这个转身啊，轻易的转身，白棋明显不行。嗯嗯，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这步贴还是一个挺积极的，就是他想说，在我这个毛病没补之前呢，我先来追究你的问题。嗯，那么这个地方如果黑棋没有交换到这一下，直接我直接点，嗯，那么可以看白棋这下拐，刚才说过是先手，嗯，那我不走就冲死了，那白棋再一跳，哦，啊，就跳回来，嗯，所以说。黑棋这步贴是有必要的，对，但他的这个阴谋呢肯定是白棋也看在眼里啊，不会轻易的去连点，现在先点，啊，这一点是说你这黑棋脚上你还没活呢，然后你先聊聊你的问题，我们再聊我的问题，对，如果说你粘上，那么我可能白棋在这一带都会有先手，对，那如果说我通过怎么判断我够了的话，那么我就只要把白棋可能会先尖，啊，这个时候先问黑棋，啊，你说我需要这个把脚上补好啊，嗯，那我白棋这时候再顶回就是先手了，那么通过这一下尖呢，这个地方能冲下去了，嗯，黑的需要补一手，那白的补一手，黑棋就失败了，嗯，这个黑棋的等于这个之前想冲击白棋毛病的地方呢就不存在了，嗯，所以在白棋点的时候，黑棋呢也是针锋相对，啊，
哎，飞，抢先出招。嗯，对，白棋跳。这里看上去就有可能会形成一种转换，比如说黑棋有没有可能把这全部鲸吞？那你现在冲一个，你肯定能把我吃掉。嗯啊，但是这样的话，白棋你可以搬掉这下去。啊，白棋搬是决心。嗯，对，搬掉。我吃一个可以吗？还是我冲一个？我感觉走在这儿厚一点。啊，那如果黑棋脚上全部死了，那肯定是不够的。啊，这都不需要点目了，因为你本身黑棋是要成30多目的，30目你都不够，那你现在你可能是不止30目，那我吃了你就20目啊，或者是可能也不小于30目。嗯，所以这个跳的这个时候呢，就首先避免了黑棋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对，所以说黑棋在这个地方是不存在跟白棋转换的一种可能性，就是黑棋必须要我脚上得活，又得把你这几个子留下来。如果我没有同时做到这两件事情，那么可以看我这个地方整体的目数还是不够的。对，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因为现在可能这边轮黑棋下嘛，就不是30目了。嗯，但是可能这两边想要完成20目的这个空呢都很难。对，是的。嗯，所以黑棋现在的任务就是我要两边兼顾，嗯，同时呢让这个脚上做活，然后再让中央呢，比如说最起码留下两个子吧，也有一定收获，可能还。我觉得我是想留下4个子啊。哦，那4个你还是挺狠的，你这一下就成了很多的空。对，因为只留下2个子，我感觉有点不足以争胜。嗯，还是不是翻盘的这种感觉。对，那我们来看看白棋，我觉得古老是不会轻易的。啊，其实白棋它的中心思想呢，还是想要这个尖的先手。哦，啊，它可以看现在尖是先手，但是由于黑棋这点了一下的话，白棋形状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嗯，就这个子对白棋，比如说在这一代的作战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对，明显也是对受影响的。直接走的话，这边的气，白棋的气也并不充分。嗯嗯。所以白棋呢是希望，如果你搬，我再尖，我再尖，对，这样的话呢，黑棋粘住我再度过，对，就黑棋还需要再继续作业。黑棋能活，但是活得很惨。这首先里边活得很惨，然后这一下冲也是绝弦，对啊，这下冲也成为绝弦。那白棋这地方随便怎么补都行，黑棋还有这个啊问题没有补住呢，对。等于和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图有点大同小异，就最多只是局部。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是和这样看的话，应该是差距差了一手棋，整整差了一手棋，啊，黑的亏了一手棋，被白棋爬。对，所以爬的时候，黑棋不愿意让白棋得了这个尖的先手。没办法，必须跳。哦，啊，这看着确实眼花缭乱啊，双方都是在这儿。反击就是你来我往啊，就是对彼此的这种意图呢，都是了如指掌，所以在进行一个就是相互拆招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确实对黑棋来讲，战斗肯定更勉强一些，但是没有办法，由于之前形势不利，我必须得战斗，就算战斗不过，那我也得跟你拼了。嗯，就属于这种明知山有虎，对，偏向虎山行的状态。你有几只虎我管不了，我必须得一个人把你这个虎都给端了。对，给顶一下。加，这几步是必然的。立，然后接下来其实白棋是面临选择的。对，这就我们首先我很明显我看到，哎，这我一吃了一扳，你的脚小脚不是就对被我留下来了吗？这个局部呢，黑棋是明显慢一气，对吧？这我不是挺开心的吗？但是这个地方由于白棋吃了之后呢，嗯，中央就出现了问题，白棋要小心啊！这我粘是先手，哎，这是都是绝仙。那我这一冲啊，这个白棋死了就透透的了，就可能这个棋就逆转了啊！这白棋就又起立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是有的时候下棋真的是不能只盯着对手的毛病，对，就是第一步要先看清自己，把自己立于一个不败之地，然后我们再去找对手的破绽。嗯，你说对方为什么会给我吃这2个子？因为白棋中央还有问题呢。哦，你这个不能，果然天上没有白掉的这个馅饼，我还是得慎重，这2个棋子不能乱吃。嗯，那如果不吃这2颗棋子的话，白棋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又在这儿？白棋等于是先手走完，可以看他这立多一个子啊，他现在。哎，这是我先把自己毛病补住。哦，
哦，这时候你黑棋啊，可以把我这三个子吃了。对。那我继续把我这个中央卯兵补住。哦，就我还是完成了我的目的。虽然说可能这个地方的石扣呢，比之前的图黑棋要围的多一点。对，这黑棋这地方明显是，你说现在六八十十二，围了十三目十二三目棋。啊，但是中央其实黑的也有损的地方，比如说这下穿刺啊，这下穿刺就是非常的损，而且现在可以眼见黑的自身啊，这个地方还欠着一个冲下来的毛病。对，这种就白棋已经立到这儿再冲的话呢，对于黑棋这块棋的厚薄影响还是挺大的。对，等于说虽然白棋损了，但是外面白棋啊所得也是比较明显的，最关键的是白棋防住了黑棋的这一波冲击。对，因为等于说白棋本身时空上是有优势的，那么在这个局部它有可能哪怕就算亏一两目，它只要能够维持全局的一个优势，它就可以考虑这种简明的下法。我们可以看实战员的眼心是粘在这儿，哦，撑在这儿，他是想一个以最大限度的一个吃住白棋，本身局部时空肯定是粘好一些，粘在这里好，但是这里有体现出一个，那你说站在这里好，我白棋先打一下不就行了吗？嗯，这很打一下再冲啊。这个本身黑棋粘以后，白棋收官也是断的。那我可以看黑的现在一路一扳啊，虽然三气对三气，但是由于有这个脚步的特殊性，啊、现在还多个硬腿，白棋是死的啊。那么杨锦旭，哎，你这个地方你没吃，那说明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吃一下不好？啊，你吃下不好，我也不沾了。对，啊，这个地方还是挺有意思的。双方白棋也没有吃，黑棋也没有直接啊，一手干净的补在这儿，它是补在了外面。对，但是其实从刚刚那个图能够看到，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要收气的话，它的空确实未必会比粘在这儿。对，粘在这儿的话有十二目棋，粘在这儿的话目数可能只有九目棋。对，啊。局部目数是差了，我估计差了三目棋左右。嗯，但是呢，有一个好处就是站在这里的时候被白棋冲一个，黑棋很难受。嗯，啊，这个地方黑棋有断点，站在这儿呢，这个冲就不存在了。啊，对。但这样的话还是跟我们刚刚说的大同小异，就白棋呢能够顶住，就是防住了黑棋从这步点开始的一个冲击。嗯。那现在呢，慢慢的就要开始收控了。收官了啊，黑棋把左上角打拔，啊，这个很大。这个之前说过，白棋粘了一打，这个地方白棋能长好多控，而且自身这个打拔，黑棋也是长了六目棋。嗯，白棋虎一个，哎，也是很稳健。啊，虎一个也算是本手吧，要不虎，要么不想打吃。打吃的话，这个地方就存在着一个断点。哦，还是有，啊，这个断点的地方啊。你说正常来讲。啊，我们要刚布局，这个地方不便宜，但是现在来讲收控是便宜的。嗯，你白棋长一个，我黑棋能跟着贴吗？或者就小顶了跳？那我小尖。嗯，对，还是有挺多借用的。你要长的话，感觉被黑棋会借用非常多。嗯，正常来讲白棋会打了夹住。啊，但是这样黑棋就时控，时控是比较关键的，黑棋能吃一些实地。对。那我们还是稳健一点吧。嗯，白棋虎一个，那黑棋缠一下，黑棋缠一下，全力啊。这样的话，这个地方的目数终于定型了。嗯，如果前面就像这样，刚才点目就容易多了。对，那所以一会儿我们的点目可能就容易一些了，就随着他们的收数啊，我们来判断形势。黑的粘一个啊，这个也非常大，可以看这个子如果啊死被白的打死的话，那白的上方还能撑好多空。而且这个子多少还跟这个回来也有点关系之后。嗯，那么白棋，但是白棋并没有马上的，哎，白棋先冲这个，白棋把这边冲下去。嗯，这个也很大。啊，确实这个等于是这两手是剑合，如果黑棋你说我加一个补助，那白棋肯定会，那白棋就把这个子给断死。那黑棋现在粘，那白棋就把这边冲抢了。嗯，因为我们刚刚就提过，这个冲下来之后，黑棋要注意自己没有糊，白棋就糊住。糊住。嗯。啊，这冲下来之后，可以看黑棋越发的变薄了，这个地方的跳。这白棋因为前面就说过很严厉，这个先手啊，所以黑棋这边的眼形是很难做的。对，尤其是白棋如果跳断之后，黑棋啊，比如说能苦活中央这块棋又变薄了。
对，白棋可能走一走就是冲了点过来，冲了点，对，然后慢慢的怎么感觉一下攻守又不对，可能就算简单一点的黑棋也要苦活。嗯，对，所以说冲下来还是非常的大。对，而且黑棋现在第一件事是自己你这得做活。嗯，那这步尖我感觉就也体现黑棋的一个想要先把这下交换掉，因为我们之前就说这个尖也很大。 对，当然现在因为白棋破掉以后，白棋这个尖肯定是后手了。嗯，对，但黑棋还是希望能够活在木上，补活能通过补活能活在，能活得更大，至少是对。然后白棋冲一下呢，就确保这上面的联络是没有完全没有问题了，就一丁点，就比如说黑棋本来万一存在着给我冲断的可能性，对，虽然暂时不成立 啊，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对，但白棋觉得不留变数了，反正我冲一下以后也要点。对，冲一下是不可能亏的。嗯，然后再回到挡，挡，黑棋搬，棋搬，哎，就把这个官子收掉。可以看白棋打了虎，嗯，这个也是证明啊，白棋对这个当前形势的一种判断，对，很自信，因为他觉得。这样下的话我应该够了，对，不然的话我觉得以他的脾气啊，就这个时候他可能是会想一想有没有一些更犀利的手段。对对，嗯，就如果说现在这个棋白棋打完是半目胜负，那我觉得顾子豪未必会这么好脾气的就给你走到这个。是的是的，嗯，那么可以看白棋打了虎，他是为什么打了虎呢？因为首先，嗯，大家说过这个跳，但是现在黑棋很想抢的是上面这步搬。嗯，因为搬的话，白棋从控的角度只能这样，但是呢，这边又有点先手。啊，可以看我这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步顶是先手。对，如果你联络，啊，你要联络吗？我就是你联络，你突然就要这个突然打乱了我的这个步调，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地方断点怎么能不补呢？是的，我这一冲，那白的还是很危险。对，我就算沾了断也很大，还是回来吧。啊，所以你怎么突然联络了？这时候其实黑的非常想下的，嗯，啊，这个地方把这四个子吃住，可以看本身这个地方是十目，而且脚上也不用收气了，嗯，啊，破了白棋还破了五目气，对，啊，所以说这步目数本身非常大，但是最关键的是，这好像点了一跳，白棋的黑棋的眼在哪？黑棋这块的眼型是不够的，嗯，所以说这个地方黑白应该是。双方都通过计算发现黑棋是无法脱先的。嗯，黑棋需要补棋。对，这个地方你黑棋再想去抢上面，你也不能置自己的死活于不顾。对，所以说也正因为把白棋认为黑棋这里是后手，所以他才会在这个节点去选择把这冲下来。对，嗯，那么这样白棋得到先手补棋，啊，补在这里，补在大吃。嗯，哎，这样你在搬的时候，我就可以断掉白棋断。是的，那么实战也是这边，啊，就是这样定型的，换了几步。因为黑棋呢，这通过这个交换可以这边能够粘到，是它的一个收获。嗯，那回过来可以看，从白棋掉开始，算一个啊，黑棋把脚护住了，那白棋把这边冲下去了。啊，对，应该看上去是白棋这一串战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对，因为我们如果就按我们之前简单的判断来看，黑棋得分的可能就是说这个地方能够尖到有一定收获，嗯，然后这个角上的目数多了一点，但好，这条边已经基本化为乌有了。啊，可以看黑棋这边现在，这角上还是基本上十二目棋，这两块加起来连十五目棋都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两目是肯定的。但是之后就不好点了，很肯定吗？啊，两目，我这个也不肯定什么，就是说这个地方我至少能点两目，但是再怎么点的话就不太好点了。但我要是哪天真的我也不想给你这两目，因为把它立一下还是很损的，对上面这一点。但我可以就是慢慢来嘛。等于是黑棋这块空等于剩下不到十五目了。嗯，那黑棋全盘来看其实空并不多，这块也。啊，这块不到，这块二十目左右，不到二十目。嗯，那就是三十五，不到三十五，这块。啊，这黑的如果立下的话，黑棋全盘应该五十目。嗯，但是如果你没有立下呢？啊，那现在该黑下吗？啊，你觉得现在立是最大的是吗？嗯。
你中间啊，这些黑棋的目数还是、那好的，黑棋如果有五十的话，白棋大概有多少？白棋我刚才点了，白棋大概是在42左右，但是轮白下，而且中央还欠着一些薄的地方。所以，如果说轮白下，这边黑棋的目也会缩水，就是考虑到白棋比较厚的话，轮白先收，这个差距也许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其实是很难追上的。对，但是由于这个棋现在可以看双方，白棋是全部都铁后连的特别，那黑只剩下黑棋，比如说这个地方提啊，欠一些目数，包括这地方有没有打入的可能性等等。对，黑棋没有立这个，黑棋先尖。尖顶一下，这是黑棋的权利。对，白棋就退。退，黑棋又尖顶，又尖一下。这个尖应该是之前说防这边的打入因为这也害怕。白棋就跟着硬长，然后再回到这个立。立。那么，白棋应该提劫了吗？感觉像白棋白棋提劫这个地方就是黑棋很难受。你说我粘一个，白棋再提一下，甚至以后再飞我。总之我地方欠着目，提两下就已经要长了快三目了。对，然后我们刚刚也说黑棋其实自身也并没有完全活着，对，自身不是很厚。黑棋提的时候黑棋应该去找劫了，找劫。我们看黑棋找什么劫材，黑棋去哪里找劫了呢？黑棋走的是，我们看一下他找的哪个劫材他我看一下这棋还有什么劫材吗？黑棋这没劫，就说在这个众多劫材当中寻找它的次序。然后黑棋提，那白棋也很明显有劫我这个断。白棋断，而且这个断的时候它还要黑棋要先搬掉，这个是搬掉不会，然后再走。对，然后是，然后白棋提劫，对，应该是。但我们这个可以看到，根据刚刚的判断来说，这黑棋没办法，只能粘回去。白棋这个时候来点这个。这一点，主要这一点正常，现在黑棋粘上，那么白棋冲，黑棋挡住，白棋一粘，这个很痛苦，黑棋还没法虎的一路。正常木的话最好，但是虎被一顶，出现了一个打劫。白棋只能粘上，然后这中间是不是白棋？我觉得郭老师可能还会点方。对，可以看现在黑棋整块就一直演。是的，而且就像刚刚就是唐老师说的，这边如果以后就直接飞就行，不用提点。就是如果慢慢的白棋从这边过来，就是边攻白棋这个空就一直在长。所以其实可能下到这个点的时候，我想两位棋手对于这盘棋的走向也是心知肚明了。所以我们看到在点的这一瞬间，感觉黑棋是有点这个白棋打了一将，然后挡住，然后关键是黑棋的下一手明显是自己选择了一个反击，冲了冲，对，因为这时候肯定也读秒，对，他希望白棋如果你跟着硬，那么我们跟刚刚那个图相比，白棋这个地方就少了两目棋。对，我能冲掉两目棋。对，这时候我要是能冲回来两目棋的话，这棋还有可能能收。对，那如果没这两目，可能这棋肯定不可能赢了。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但是这个时候被白棋一反冲，黑棋突然发现这个地方有问题。因为黑棋如果挡住，白棋打吃。你得粘上。粘上白棋这一段。黑棋这个局部等于说现在连不上了。对，你如果通过这个连的话，被白棋吃在这儿。这个损失好像还可以粘一下。白棋可以粘一下。对。这个损失就太大了。所以黑棋不能挡，黑棋正常下法长一个。长一个白棋应该就是这样粘。黑棋冲。虽然这样黑棋也能连坏。但是由于联络。黑棋目数最好是粘住，联络过于痛苦以后这一会儿被冲了一扑还会被搜刮。对包括白棋多先手上面，对，以后比如说我从这点完以后，这还会有一点，就如果说本来形势黑棋就已经觉得非常危险的话，那么这一带如果说再一损失就是雪上加霜。所以下到这步冲的时候这个黑棋就无奈的选择了认输。
那其实可以感觉，总的来说，这盘棋白棋基本上从布局占据主动之后啊，就是牢牢地掌握着局面，应该说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对，所以我们也恭喜辜子豪第一次拿到了天元战的冠军。那么我们天元围棋呢，也及时的对新科冠军进行了一个采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次就获得天元战的冠军，那个。说一说这三盘棋吧，先说一下。首先感觉还是非常高兴，毕竟是第一次获得这个挑战制的头衔战冠军。然后其实这三盘棋就是第一盘我的发挥不太好，然后对方也下得很完美，所以第一盘应该是一局完败。只不过后面两盘可能第一盘输了之后心态比较放松，所以后面两盘想着就拼一下背水一战。只不过后面好像对手后面两盘跟我第一盘的状态差不多，就好像怎么交换了一下，这三盘都是就是拿到黑棋的一方就是在前面都出现了一些就是一些明显的失误吧，然后就是反正那个一般就是这三盘棋都是白棋非常好，棋非常好下，所以我觉得运气也不错，刚好猜到了那个最后一盘猜到白棋。对，那个是不是跟下白棋有拿到白棋有关系啊？白棋胜率高一点嘛，是吧？跟这个有关系，然后就是之前前面两盘都是直白一方获胜，所以说第三盘拿到白棋也是一种有利的这个状态吧。这三盘棋都是其中一方，就是执黑的一方在前面走了一个还手以后就不太行了。你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吧，这趋势就将来的带着这种，还是说实际上是有一些能够逆转的机会没有找到？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从目前那个 AI 的胜率来看的话，这个黑棋确实会稍微难下一点，但实际上最终我觉得还是因为人类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不太会掌握，就是有些格局，就比如说这三盘棋，其实就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黑棋一开始就是下成这种格局的话就非常难下，就是说可能就是人类不擅长在这种局面下去判断或者去那个就是去正确的这个理解全局的这个厚薄一些大小，对这些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围棋非常难的地方。我觉得当然那个我觉得有了 AI 的这个借鉴之后人类应该还是能够有一些提高的，只不过我觉得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吧。那这次来那个同宇，你是六天下了五盘棋，可能是同宇棋手里面最辛苦的一个。那你是怎么就是调节自己的状态，然后在体能这方面怎么分配的？我感觉这几天确实非常累，只不过可能我就是我觉得作息时间调整的还不错，就是就每天不会睡太晚，然后早上会起来吃早餐，中午也早一点吃点午餐，然后就是整个节奏就是没有让自己处于一种不规律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如果比赛的话，如果生活节奏不太规律，可能会对比赛的时候体能各方面会有影响，所以说我觉得，然后再一个酒店环境也非常不错，所以我觉得就是经常在外面散散步也挺舒服，就是也比较有利于这个休养生息和调整在间歇的时候。那个今年开启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开头然后呢下面有没有什么有所期待，或者说今年的还有没有什么给自己有没有什么目标？其实如果是从那个正式比赛来说，确实今年因为下了这个一个天元战，然后一直下到最后还是状态挺不错，但是我其实四月初的时候 LG 杯预选输掉，所以其实就是那个虽然是不是正式比赛，但实际上也是觉得很看重的比赛了，然后希望今年就是能够在那个如果还有机会下世界比赛的话，就是希望能够那个
有好成绩。那这个挑战制的拿到了冠军，打算连霸吗？连霸几届？我觉得从过去几届的这个情况来看，连霸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好了下吧。就是反正这次能拿到这个天元也是非常高兴，就是希望以后能多来同你。好，那我们也听到了，其实啊，小姑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三盘棋的一些感受，还有包括她对于就是今年的一个展望啊，就是也提到了，就是还是希望在更多的职业比赛，包括世界比赛当中有更好的发挥。然后关于最后，其实也很可爱，就是就是我们记者问到他这个关于连霸有没有信心，他虽然谦虚的说觉得这个连霸可能比较困难啊，就是要看以后的发挥，但是呢他又补了一句希望多来同理，所以我觉得呢他其实也是平淡的透露出他对于这个之后的信心吧。嗯，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很恭喜这个顾子豪能够拿到这个新一届的天元。对，那么我们这一次的三番棋呢也非常的精彩，然后呢感谢两位棋手为我们奉献了精彩的棋局。那么之后呢我们中国围棋肯定也会恢复各种各样的赛事，然后也希望棋友们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天元围棋，关注中国围棋的各项赛事。好，那今天的这盘棋呢先为您解说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再见。